近年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热潮持续升温，尤其在 3C 电子行业，产品品类丰富，生产工艺复杂，品质要求严格，更新迭代较快，制造柔性化程度高，对于企业生产自动化及供应链智能化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和挑战。深圳市三利普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偏光片行业龙头企业，公司致力于偏光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在国内的五大生产基地之一深圳龙岗生产基地正是由京东物流与三利普联合打造的智能工厂。作为百级洁净车间，生产基地对交付能力要求严苛，京东物流依托自身先进的科技赋能，形成了十几种飞镖设备高度集成的多场景解决方案，打通了三利普厂内生产管理系统、 ERP 系统、品控系统，同时紧密结合偏光片生产流程，延伸、复合、涂布、固化、裁切、磨边六大主要工艺进行方案设计，实施了整场自动化物流和智能仓储的软硬件集成建设，包含智能线边库、固化库、常温库、综合库以及围绕库区和产线的自动化输送设备，共计六层，覆盖宽幅偏光片全制程生产线。此次升级改造是偏光片行业首次采用穿棒方式进行卷料立库存放，可适应多种规格原材料及半成品存储，有效解决了不同规格卷料的出入库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高精度 AGV 与机械手配合，实现了线边物料的自动出入库以及与生产设备的自动对接，也属行业首例。上位系统通过调度 AGV 乘货梯实现跨楼层自动搬运，通过楼层内多部提升机与输送线、机械手的集成进行全楼层生产物料的智能转运，实现整体无人管理，减少差错率及废品率，大幅提升生产环节的作业效率。货林区与机械手结合，在同一空间内实现两种功能，极大提高客户车间利用率。通过 RFID 产品标识，实现整个厂内物料转运及仓储数据的快速批量采集，全程监控，并实现了所有原物料及半成品的及时追溯及盘点。通过京东物流的升级改造，三利普龙岗工厂仓库储量提升四倍，作业时间减少30%，人效增加50%，物料周转效率提高50%，有效提升了其生产及仓储管理能力和运营效率，打造了全新的智能仓储及自动化生产模式。目前京东物流已将积累多年的新型实体企业经验以及长期技术投入所带来的数字化能力对外开放，通过强大的物流科技能力推进关键工序智能化改造，优化生产工艺及质量管控系统，推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